父亲节前夕，中部乡模范父亲好人好事表扬，主题拍拍 party 亲子同游戏夜市，和表扬家庭游戏串关同乐，分享亲子温馨。馆长张良乡长李碧金，代表会主席何文定，农会总干事李碧云，立委陈明文，议员陈碧玲、罗素阳、邱英海，以及各村村长以及社区理事长等等，共享盛举，做伙来参与温馨的表扬活动。父亲节前夕，中部乡模范父亲好人好事表扬，主题拍拍 party 亲子同游戏夜市，和表扬家庭游戏串关同乐，分享亲子温馨。馆长张良、乡长李碧金、代表会主席何文定、农会总干事李碧云、立委陈明文、议员陈碧玲、罗素阳、邱英海、各村村长以及社区理事长等等，共享盛举，参与温馨的表扬活动。然后亲子同欢哈。啊，当然在家啊，妈咪大家爸爸大家娱乐，因为可以啊、变成所谓的模范父亲啊，啊，一定是伫地方啊，啊，大家啊，这个有共识，感觉这人来做模范父亲啊，啊，大家感觉讲是啊，当然啊，而且感觉讲啊是真好，啊，包括好人好事啊，我想有做这人啊，热心公益啊，所以透过这个啊节日啊，爱当带因颁奖，爱当带因肯定，啊，然后啊，透过这个节日。啊，厝的人拢得来，啊，大家真欢喜吼，感觉啊，父亲啊，也感觉到自己呀 啊一生的贡献，啊，真正这囡仔嘛，看你心肝来，啊，嘛会表示欢喜。乡长李碧金特别介绍，县代表模范父亲是中部村杨文山，家后也捌当选模范母亲，两个人互唱互随，相敬如宾。好人好事县代表顶部村吴金雄，今年92岁，过去担任教师7冬，教导主任33冬，在教育界无怨无悔的付出，造就英才，桃李满天下。我会安排一些小小的游戏，让爸爸跟亲子之间可以做一下互动。那今年呢，我们就安排爸爸和那他们家中的人做会去洗牙漆。那原本呢，我是吼要啊举办的地点吼，放伫牙漆啊啦吼。不过吼，我烦恼吼，即爸爸还有模范代表他们啊吼，生了伤欢喜啦吼，未记得当来吼接受表扬。那所以呢，我今年吼特地吼来咱的小型的夜市哦，搬来餐厅啦吼。那所以我们安排有一些以前吼我们常常在玩的一个游戏，像讲射气球、套圈圈。哦、那还有捞金鱼啊，哈、哦，还有玩弹珠这些游戏，希望可以唤起、哦、他们童年的一个回忆啦，哈、哦。那其实我今天看到这爸爸哈含囡仔拢生了，就欢喜的啦，哈、哦。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希望公替他们创造更多更多的一个回忆。那最后的家毕竟也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。这作者哦，接受表扬，在模范父亲，尤其是也家属，大家拢中欢喜的哈、哦。阿布马威迪家哈，啊，祝福全天下的父亲哦。父亲节快乐！我想咱大家知影父亲在家庭扮演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要做好一个吼模范父亲嘛，做无简单吼。今天接受表扬的所有的模范父亲吼，也在讲吼对个家庭的贡献吼，对社会贡献拢足大哈。所以呢，父亲楷模傅秀川林木秋家族注入一身蓝染服饰，团结家庭，陪伴父亲分享荣耀。五个阿姊唯一六子，也是准朴素心。感谢父亲辛苦养育因大汉，在教育这个部分特别用心。爸爸在这个过程当中哈，养育我们六个兄弟姐妹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。爸爸妈妈虽然在小时候呢没有读什么书，在对我们子女在教育这一部分非常非常的用心，我们非常感谢爸爸妈妈。中部乡准备红地毯出场秀，由各村长以及模范父亲家族陪伴荣耀施工。感谢父亲温情，整个场域气氛温馨愉快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中部乡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